来喽。不要拉，不要拍照吗？男人的裤子里面有一种东西，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。我只好脱下裤子，好好看自己。原来他是我的弟弟，亲爱吧，弟弟，哥哥看看你是不是一样坚挺无比。我在用我的右手慢慢的抚摸你，看你会不会流鼻涕。男人的裤子里面有一种东西，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。我只好脱下裤子好好看自己，原来他是我的弟弟。起来吧弟弟，哥哥看看你是不是一样坚定无比。我在用我的右手慢慢的抚摸。